哎呦，这什么、啊？收拾啥呢？晚上咱吃啥饭呀？今天晚上不在家做饭了，我想请你跟妈妈出去吃。哎呦我的天，这是太阳打哪边出来了，说要请我出去吃饭。今天不单单要请你跟妈妈吃饭，我还请你们吃不一样的。吃啥呀？吃日料。哎妈，听着说一会儿带咱出去吃日料去。什么料？日料是山东日照的料理吗？不是咱的日照的，是日本的。行行，你知道什么是日料吗？不知道。妈，你真没吃过日料？没有，我都活了50多年了，我都不知道什么叫日料。啊，日料就是日本料理，它就是一个饭团上面盖上一片鱼肉。哦，大米饭。在家里请我打米，咱跟家里吃东西还有出去吃去。妈，不一样，去了你就知道了。走吧，走吧。行行、啊。今天出去吃日料，多吃点，你妈请客哈。好，到商场了。哎，你手里拿的啥呀？你看，这样就不用动手了。哎呦，真能！高兴的这个人啊。哎，老公，你干嘛去？上个厕所，填个肚子。哎呦，妈，你看你儿。没出息。到地方了。这里还倒是不闹的。洗干净。哎，人家吃早上的日料的地方就是可干净了。小兰现在在点餐，今天你请客，别点那么少哈，小气巴拉的。这什么茶？这是大麦茶。没人能抹茶。哎，美的还能抹面吃的。这个是啥？这个是好闻的，我给你闻闻好不好？好。打开给这个小朋友闻一闻，来，你闻一闻吧。闻。好闻吧？鼻子要掉了。你的鼻子要掉了。来吧，你闻闻。嗯，好香啊。大家看小梦多没出息，这是跟闺女抢吃的。这是啥呀？药。这是药啊，好吃不？好吃。给我吃一口呗。对呀。来喽，拉面来啦。这是什么拉面？这是豚骨拉面。我妞儿这么点儿。小妞儿，这拉面多少钱？38。哎呦，老板，他一份儿半碗的都30吧。来啦，蔬菜沙拉。三文鱼来了，这什么鱼？妈妈，这个叫三文鱼，红不拉几的腐了。这个鱼就要吃生的，儿的啊？怎么儿吃了拉肚子？哎呀，没事儿，吃拉了再说。天爷的，来吧，我怕你吃凉吃不惯，给你选了个热的。这个是热的，这个是鳗鱼饭。这是啥？加州鱼。又来一个，这是啥呀？这是炸鸡，朝阳南。哦，炸鸡。儿的，这个多少钱？这一份儿，这一份儿30来块钱呗。来回事儿得买多少大米？菜上齐了，开始吃饭。先给我妈调个芥末酱，一点芥末，然后再倒点酱油。你用筷子把它咯咯咯咯，然后一会夹一片肉蘸着它吃就行了。哎呦，这什么、啊？这是芥末。儿的，我说怎么呛你？啊，你别光顾着吃那个沙拉，你尝尝这个，这个才是最好吃的。玩腐了不？人家这个就是生吃的。对，你蘸蘸上那个料。哎，蘸完之后直接一口吞，来，来。妈，感觉怎么样？哎呀，葱抢鼻子。妈，人家这个三文鱼，人家就是生吃的。咱这里都是炸着吃，要不都炖着吃，哪里有生吃的？哎，服务员，干嘛？妈，你干嘛？这都是啥子？啥子？人家就是两种吃的。炖的鱼汤也行。媳妇，你看咱妈多搞笑，还想让人家给她热一下。没事，多带妈出来吃几次，她就能适应了。醒醒，还没吃过这呢，给她夹一块尝尝，也蘸点酱油。来来来，尝尝。你还没吃呢，你就来呀、啊、来呀、啊！不吃算，不吃给狗吃。来来来，这多好吃。哎，快吃了！哎，我不吃，你吃。好吃、啊！哎呦，好吃嘛！没辙了。哎，妈妈没口福，这个多好吃啊！而且这一片也不便宜。那时候一共5片，让你自己炫了3片。来、哎、妈，尝尝寿司。尝尝这个寿司，这个好吃。什么？这个红色的是鱼子。妈女儿，跟咱这里的鱼子都是没人吃，都扔了。是这个鱼子，不是那个鱼子。是深海鱼子，你尝尝。你尝尝，尝尝，好吃啊！嘎嘣脆，是吧？咯楞的，哎，咯楞。来尝一个，快尝尝。老公，感觉怎么样？不就大米饭吗？妈，再倒一个，再吃，尝尝。不吃了，怎么了？那妈吃不习惯。哎，你吃这个吧。吃这个吧，鳗鱼饭，这个是塑料，全熟的。那么甜。它上面浇的是那个叫照烧酱，哎哎。我
所以它是这个味道。你都不懂吃，你这吃那玩意儿就沾这个瓦萨比，你知道是吧？是吧？嗯，瓦萨比。嗯，咱挤点芥末。还有一些毛毛虫。接下来我们把这个瓦萨比放上去，哎，然后一口吞。就是这样的。星星，赶紧给爸爸一杯水。臭嘴不腻。喝的你很会吃啊。这些吃的就是味儿，跟你说，就是你别掉泪。老公，你吃这顿饭你怎么给掉眼泪了？我想我爸了。我爹从小跟我说，穷人家的孩子要早当家。哎呀，失误了。以前这个东西我都在家里拌面条吃，你知道吗？行了，你别吹了。我跟你讲，你一会还得想你爹。吃完了，光盘行动。妈，你吃饱了不？啊，吃饱了。吃饱了。老公，你也吃饱了不？吃饱了，吃饱了。星星，你吃饱了吗？吃饱了。啊，你今天吃饱了吗？你说实话。没有。丈夫在回去想个事儿吧。秀秀。